沈慧虹变身列车长，林志坚扮成宝可梦主角小智，和新竹市民一起上街同欢，超亲民，和民众拍照聊天，还有不少爸妈带着孩子共享盛举。新竹市是儿童城市、亲子城市，我更期待这样正面的选举，可以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来参加这样一场认同的活动。陈慧虹29号晚间母鸡带小鸡，9位市议员候选人以及上千位亲子也到场同欢，还有民众穿上光荣黄配件，用行动响应对新竹改变的认同，吸引5000人踩街游行。来到这边的话，哈，孙思成够帅。30号一早，陈慧虹又来到新竹市议员候选人曾资成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亲手送上娘惹糕、光荣旗，预祝步步高升、全力辅选。而同一时间，高虹安则到彰化当起民众党母鸡，加油加油加油！伸出手机气喊加油，高虹安到彰化替议员候选人王孝玉站台，两人认识8年，过去是资策会的好同事，所以即使选前繁忙，还是坚持抽出时间到彰化替老同事加油打气。助人参政呢，其实他是比较没有政治包袱，他也没有所谓的传统政治人物这种可能对于这个地方上有一些比较过去的一些我们叫爱恨情仇纠葛等等，那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放下他们的工作，愿意出来为大家投入公共服务事务。双红抓紧时间站台辅选，就是希望发挥母鸡影响力，连带拉抬小鸡选情。三立新闻张浩毅、许淑伟、张惠明新竹彰化报道。